首先我们来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那么这次总统选举被乌克兰主要向俄语的东部地区的暴力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阴影所笼罩。选举观察员说，尽管基辅呼吁选民冲高投票率，但是武装亲俄分离分子很可能阻止多达三分之二的东部选民前去投票选举新总统。武装亲俄分离分子已经控制了东乌克兰十多个城市长达好几个星期。选民联盟负责人说，他质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会露面投票。那么乌克兰内政部呢，星期六同意以上的预测，认为在边境地区的三四个选区里有20个选区呢可能不会举行投票。那么民调显示，人口有4500万的乌克兰的其他地方的投票率会很高，而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介绍乌克兰大选的最新动态。白桦你好。白桦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这次乌克兰大选的这个最新动态。那么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今天举行总统大选投票，那么有哪些人会参加选举？而当地的这个总体这个局势又怎么样呢？总体的局势，除了这个东部两个州之外呢，那么总体的局势可以说，现在选举迄今为止的进行的非常非常平静，一切在按部就班的很顺利的进行。这一次参加这个总统大选角逐的呢，共有21名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主要的看点呢，是这次选举是在是否能进行这个第二轮投票，或者是完全第一轮投票呢，就能决定乌克兰的未来的总统。那么主要的选战呢，是围绕在这个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这两个人之间的展开。波罗申科呢是乌克兰这个亿万富翁，根据报道说他是个人资产能有这个16亿美元，季莫申科呢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总理，但是现在来看呢，他们两个人的差距，这个民意支持率的差距非常非常大。根据选前这个民意调查呢，波罗申科的民意支持率能达到这个45%，而季莫申科呢能达到8%。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东部地区的选民有多少参加投票呢，也会对这个是否举行这个第二轮的这个总统选举投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说东部的选民他们参加的人数越多的话呢，季莫申科的得票率会稍微多一些，那么就是说举行这个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东部地区的选民呢，这个他们投票的人少呢，那么就是说波罗申科的得票率就会相应的高一些。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刚才也提到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它这个暴力冲突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么这个暴力冲突会不会影响到这次选举，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这次选举？总体来讲不会影响到这次总统选举。如果说即使东部的这个两个州呢，现在主要暴力冲突主要是集中在东部的两个州，就是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如果即使是东部这两个州完全不参加大选的话呢，对乌克兰总体这个局势，大选的局势也会产生影响。那么就是这就如同就是说几年之前呢，俄罗斯举行这个议会和总统大选时候，这个车臣没有参加这个总统投票，跟这个情形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像我方才说的，就是说对这个是否第一轮投票和第二轮投票这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呢，东部的选民是否会参加这个投票呢，也会对这个共产党的候选人这个西蒙年科呢，也会对他的得票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西蒙年科的现在呢主要支持基础都是在东部的这个两个州，还有白桦。那么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乌克兰的社会和民众又怎么样看待这次总统大选？所以乌克兰社会民众呢，如果从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来看和社会的这个总体的心情来看呢，他们最关注的是东部地区的这个动荡和暴力冲突。比方说每天都有多少这个乌克兰这个军人被打死，平民被打死被打伤，流血冲突。总统大选呢，如果看这个乌克兰
他们媒体报道基本是排在这个第二位，因为乌克兰呢独立之后呢一直这个国家这个走向一直是非常非常平稳，一直非常和平，没有发生这么大的这个流血冲突。好的，所以说总体来说呢，整个乌克兰社会现在可以说就是从去年年末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以来呢，整个社会是精疲力尽，他们都希望这次大选能改变这种局面。好的，那么感谢呢白桦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报道啊，我们是通过 Skype 和他进行连线的。